大家好，我是孙一涵。今天呢，是因为上次录那个卸妆的视频以后，然后就有宝宝们在问我说，平常是怎么护肤的啊？有没有什么面膜推荐呢？那今天我就来了，分享分享我平时在用的一些面膜吧。那第一个呢，就是噔噔噔噔，这个是可肤美家的类人胶原蛋白敷料，我经常囤它，包括是在剧组就是一定会必备的面膜。然后它呢，就是可以让我特别安心的一款修复型的面膜，它是蟹字号的，就是相比于普通的那些面膜，无论是从安全性上还是就是修复的一个效果来看，都会好一点。就是它的这个核心成分呢，是可肤美家的一个专利成分，就是叫重组胶原蛋白，就是它可以刺激你的肌肤，就是去生成这个胶原蛋白，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很厉害的。那我现在就打开给大家看一下，那给大家上脸了。它这个膜布呢是比较偏厚的这种膜布，看一看。很舒服，很服帖的，然后它精华也非常多，但是又很清爽，就一点都不会黏腻。就是面膜盖上面还有，哎呦，看到没？这边有一点，哎呦，我的叠身上太多了，这个精华真的超级多。我一般敷是敷个20到30分钟，也不会觉得干，因为它的精华也会锁得非常非常的牢。我去敷上面膜，这个样子有点丑，完了又要被你们P表情包了。这个样子说话真的好难受，不能笑。还有就是它不含酒精，不含香精，所以就是敏感肌，对吧？可以放心的使用，而且它也没有防腐剂。我这个样子好像一个小老头，现在就敷个20分钟吧。噔噔噔噔噔噔噔，时间加载，咻咻咻咻咻。好了，时间到，我们来揭晓这个面膜。它现在还是有很多精华，看到我的脸上没？润润的。这个我一般就是，比较懒的时候我就不去洗脸了，按照吸收就完事儿了，就可以，你不用其他东西，我直接就睡觉了，可以说是懒人标配。好的，那我们继续来推荐，今天要讲第二个面膜了，就是当当当，这个是 AROH 他们家的一个积雪草面膜。为什么推荐它呢？是因为最近天气越来越冷了嘛，然后又经常待在空调房里面，那一不小心就容易熬夜，那个皮肤就容易泛红，然后容易干痒。这个时候我朋友就给我推荐了这款面膜。我听说这款面膜的成分主要就是它主打是积雪草提取物，然后辅助的是茶树提取物，还有就是芦荟叶的一个提取物，就是都是比较安心比较放心的这个植物的提取物，所以它可以起到舒缓镇定和可以急速的修复我们的皮肤，让肌肤表层的温度可以迅速的就是降温的这样一个作用，让我们的皮肤在短时间内达到改善泛红的同时提升我们肌肤的一个通透度。我今天就不给大家贴了，因为什么呢？它的膜布是特别独特的绿色，我一会儿给大家就是在后面放上几张我贴这个面膜的照片吧。因为前几天在机场还有人说我穿得像绿巨人一样，哈哈，我就因为这个面膜敷上之后确实就比较像绿巨人，就不敷了，不然全是表情包。好，扯远了，言归正传，就是它的这个面膜的这个膜布呢，就是网状条纹，这个是他们品牌特别独有的一个单面锁水技术，就是它不仅仅就是外侧可以锁住水分，让它抑制它水分的一个蒸发，然后还可以将内侧的精华就是牢牢的锁住，你注入到我们的肌肤中，可以提升300到400倍，你厉害。然后它这个包装也是特别的，就是 ins 风，看到没有？然后它，我还买了他们家别的几款，就是他们家另外一款面膜，就它上面还有一个标语，看得清楚吗？就是 turn back the time， 怎么说？就是重拾光阴这个标语，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也是我有在用的。还有刚刚就是突发奇想，想顺便再给大家推荐推荐两个小彩妆，最近不是在练习就是化妆嘛？第一个就是一个，哎呦，给你看了，这个是一个轴釉，是 into you 的吧，超好看，它是这种玫粉色。就是擦上之后，擦上之后你的嘴巴就是特别润润的，就是嘟嘟的，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特别可爱，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用，它还亮亮的，
就感觉特别的滋润，关键是它价格也特别便宜，我看好像才几十块钱吧。我是在北京录那个开拍吧电影的时候，那个化妆师给我用了他们家的一个周油，我就觉得哎还挺不错的，所以我就在网上一买，没想到买回来之后是真香，真不错。对，它颜色也不是像瓶子上这个橘色，不是叫什么哦，这个叫 G05。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也是今天最后一个推荐了，急着下班了。这个是一个眼线膏，就看看，就是它，我买这个是棕色的，就是可以挤出来一点，对，就挤出来一点，再回去吧，别浪费了。因为我是新手嘛，最近不是也答应大家要录一期那个画眼线的视频嘛，就是一直在练习，然后就发现这个玩意儿确实很好用，不会像那种短的那种特别软的那种细的那种笔，就你一画手一抖就完蛋，你整个眼妆全部重来。有的就是你蘸个刷子，用刷子蘸一点，然后这样画，这样画，这样画，那总的来说我还没有练的炉火纯青，但是还得继续加油，之后还是肯定会给大家录的，好吧。总之今天就是分享的就这些，那大家还想看我分享什么东西，就是在评论区赶紧留言留言留言，说不定下次我就分享了，好吧。那这次就这样，我们下次再见，拜拜。